比较喜欢看报纸啊，看我想喜欢看的。78年的左右啊，我就在应该是《中国时报》嘛，有看到上人的文章，让我心里就觉得喜欢。人去帮助人做好事，有苦难的人，我很愿意去帮助他。看过的个案也很多啦，只是觉得说看到那一些感恩，我觉得说那种生活状态咯，跟他比较他贫瘠啦，经济也不好，身体也病了，孩子状况也不好，老婆又感情很疏离啊，也看到人生百态啦，你看那这种是多苦啊，所以这样我们比较都会觉得每天都很感恩。因为觉得说我们这对夫妻都很笨，不赶快心瓦香，好像头脑很不清楚，所以我们早上在家里都有做个早课啊。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尽量出来心瓦香，因为觉得说那是一大福音啊，能来尽量来。就像说我们慈济是人做尽量做，因为只要你来做慈济，其实你都在跟福田结善缘了。哎，我可以省，他就觉得他可以省1500，好，那。我觉得吃苦了苦，苦尽甘来；享福了福，福尽悲就来。我真的感同身受，一路这么辛苦，真的让我也觉得要把握姻缘，去帮助苦难的人。